对啦，你今仔日毋是要去看电影？系啊，较等下才要去。本来想讲哦，你若检查了后，咱阁有机会做伙去看电影。看来我今仔日只好孤孤单单一个人啊，够可怜呢。歹势啦，今仔日无法度陪你。啊，啊你甲你喜欢迄个对象，敢有进展？No no no， 原地踏步。你放心，阮芳儿都遐尼古锥哦，对方绝对走袂去。嘉玲姐，你讲的真正就实在呢，实在到我会歹势呢。好啦，你紧当歇困，你若到厝，甲我讲一声，吼。好，拜拜。嗯，拜。哎，主宰，你哪会来啊？啊，我要去看歌戏表演啦！啊，经过病院就顺路来甲你看一下啊。啊，你感觉安怎？啊，我无问题啦，你免烦恼我。不过你看起来就是过得不爽快啊。亲戚来找我啦。哦，要大姨妈哟！啊，我知影，爱买烧的，我要给你拎啊。啊，淋完了你就较爽快啊！我淋烧的无帮助，我去药局买止痛药较实在啊。哦，拢这啊，我有时间我陪你去啦。啊，多谢。你赶快好啊！来，这里好。啊，啊，不是有吃止痛药啊？你是安怎过摇头革命啊？我药啊才拄食尔，你嘛给止痛药啊一点仔时间。哦，好啦好啦，给止痛药啊一点仔时间，啊是讲你一块烧的，安尼看会较好无？来来来来，这啦，安乐贝姜汁奶茶，就拎落去啊，有安乐爱心哦，看会较袂疼嘞。那安尼我拎看麦，那是有效，才问安乐伫倒位买。在哥哥，不是要去看表演？嘉玲姐，不是看完医生要回去休困啊？因两个人哪会做伙？为什么要我骂我？安怎？有人把床敲倒是无？恁太脾气这么酸哈？看到方子在跟张嘉玲做伙，想过来请讲完哈。什么期待啊？因火箭队唔免出任务哦。我火箭队安怎迄无重要，重要的是方志赛跟张嘉玲，真久之前就行出我诶，这你唔知吼？啊，我看你哦，就是唔知呀。唔知你甲张嘉玲哦，当作是你的大嫂。你讲方世杰哦，拢是互人温暖的小可怜啊。你点你啦？要若无我后盖，真正你领导放火哦。我讲你家己无食醋，你要去洗手间照一下镜无？你敢知影你规面看起来有偌尔万切？你敢知影？这查甫人哦，为着要抢查甫人，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？你家己哦，就爱较细腻的，看人爱较详细哦。嗯，烦了小妹妹哦。安怎？有较好无？敢那有呢？我就讲啊，恁这烧汤哦，绝对有效啦。你哪会知影？唔是止痛药也有效？太祖爷公讲的。你啥物拢太祖爷公？凡事哦，是你足侪前女朋友留予你的经验。嗯，愈牵拖愈远。讲实在啦，即摆身体有较爽快无？有啦。有吼，啊，今日恢复啊，要来看歌戏哦，就当作是甲传统文化哦捧场一下。